花了3000补了一网，总共拿了26箱，其他的都送人了，还剩下1箱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哇，啊，螃蟹，哇，那么大一个章鱼哎，还活的。哇，龙头鱼，还有虾菇，顺便在海边买了一些贝壳类的。你们都认识这些贝壳叫什么吗？去洗一下。虽然青不能吃，要把它拿掉。把这些清蒸一下，原汁原味更好吃。你还去查吗，伯伯？最有趣！哦呦，这虎口鱼的最好方法就是吃面恐惧。哦我们这边海鲜比较喜欢吃白灼和清蒸的，把锅烧热，放入大章鱼，倒料酒，倒酱油，倒点醋，放一丢丢白糖，好了。我不爱糖了，你咋分不清了？走了，起锅烧油，把龙鱼两边去掉，只剩下肉，放点盐，放生姜、料酒、胡椒粉，腌制一下。妈妈。啊，大海哲来了。啊，你怎么变小了？妈妈，你是不是掉包了？这个海哲是这样子的，妈妈腌制过以后它就变薄变小了。等一下妈妈去凉拌一下啊。好的。这么贵。走。哇，给谁啊？欧巴。走吧走吧。欧巴盯了个，欧巴盯了个。走吧走吧，石头在干多了，伯伯。哦哟。那就我要倒嘞。那妈就把不洗出来。你生气啦？我死老气！你学习点哦。好，龙头鱼果酱。哇，你怎么了？一身水。哎，掉水里了。哇，那么多螺丝啊！赶紧去洗澡，不要感冒了，快去。哎。把那个汁倒下去。海鲜大餐，今天晚上。太干了。妈妈，奶奶，哎，你都学会吃死肉了，能子得意。哎，刻意给你把屁股都剪了，然后就特别好欺负，能给你演示一个。最近海鲜多，你们放开吃。好。